说把标准体重这个部分做出来哦。那标准体重呢，当然我们区分成几个，第一个是如果不分性别的话该怎么做。那我们先从假设我们用内建的内建的函数或者是用公式解决哦。可是好，那这个地方当然第一个哦，我们按照这边的问题，然后我们来做哦。第一个当然就等于什么，我需要把那个身高先取得，那身高因为放在 C3 里面，那平方哦，身高的平方，所以平方的话呢是这个符号 ，6 哦，平方再乘上22，再除以1万 ，OK 哦，那这个是我们的公式了哦，所以不区分性别的话，那你把它打勾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产生一个标准体重。那如果往下填满，哎，当然这，啊，如果它取到小数点第二位的话，哈，或者第一位的话，那外面可以再包一个 round 的函数。OK， 第一个阶段是，如果我不区分性别的话，那可以这样做啊。当然，第二个我可以再区分性别。那区分性别的话，我可以把那个我们的原来输入的公式啊，其实通常哦，这个比较冗长的公式。也许都会分几个步骤来完成，那再来我们可以把这个公式先剪下来做什么呢，做逻辑判断，逻辑判断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可以从那个逻辑里面找到那个 if 函数哦。那这个逻辑呢是根据性别，假如这个性别哦，那当然我刚刚讲过了，如果是性别是男生，就把刚刚的标准体重的公式的结果再乘上 1.1，女生的话呢，那就是乘上 1.05， 所以呢，这边我们当然可以设一个逻辑判断哦。假设它等于好了，比如说，判断是假设是男生好了 ，OK， 好，如果是男生的话，那我就把刚刚的公式怎么样再贴回去了，哦，所以理论上哦，因为如果你要在这里面哈，打刚刚的公式，其实还蛮辛苦的。但是如果你做好之后再把它贴上去，当然会变简单许多了哦。OK， 那我的习惯是先做第一阶段。不区分性别，再做第二阶段区分性别哦。那这个最后的结果再乘上 1.1， 如果他是男生的话 ，OK。那反之呢，女生的话哦，那就是乘上 1.05 哦，也就是说呢，打错了，下面这个 OK 哦。好，那 OK 好，也就是男生的话哦，可以允许稍微可以胖一点点，女生的话不行哦，所以女哦。那当然，所以啊，这个所以很多女生呢，因为已经很苗条，就要忌口哦，就是不能吃，不能吃啊。那男生好像还好，不，男生也要忌口了。像我最近也想要忌口了哈，因为感觉好像一直瘦不下来哈，真的啊。OK， 好，那再来的话就马上确定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哈，因为他回来的会有到小数点的第三位了哦。不过如果我希望哈，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就好了，其他四舍五入。我现在确定，哦，因为小，那当然怎么办呢？在如果还要再四舍五入的话，那把它再剪下来，做什么？插入一个函数，我们可以用什么呢？如果是四舍五入的话，那你要知道说，在数学里面有一个叫 round 的函数 ，R O U N D，R 开头的哈，所以你往下找，好 ，round 的函数这个，它可以将指定的那个数字哈。是个数字呢，做四舍五入 ，OK， 所以基本上我可以把刚刚的结果先贴上。那如果要取到小数点的第一位就好了，其他四舍五入，那这个数字啊，你就输入一了。一的话指的就是到小数点的第一位，哦，那如果说你要第二位就输入二嘛，哦，那如果是整数的话就输入零，啊，当然还有一种是什么，输入负一的，有没有？负一的话是什么，就是刚好是。个位数字直接也是45了，当然一般比较少这样做了，我们就取一好了 ，OK 好，那这个回来就是 69.9， 我看确定，啊，把它向下填满，好 ，OK 就完成了我们要的。不过呢，你会发现呢，如果用公式来做，哎，真的还蛮冗长，一串就这么一串，好，然后我们等一下我再来讲，就是那可能要把它变成 VBA， 那 VBA 我刚刚有示范哦，就是 demo 了两个。其实 VBA 哈，大概大体上啊，如果人家问你说 VBA 这个程式撰写可以分成哪两种形式，哦，啊，其实就刚刚那两种形式，最主要的一个是 sub， 这个 sub 基本上对应一个按钮，所以将来哈，如果我今天希望呢，在旁边呢，也许多一个 VBA 的栏位，
那我希望的功能就是怎样，就是在旁边哈，多增加一个按钮。当我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呢，它会自动帮我把结果给输出到这边来。哦，啊，这个按钮大概要怎么产生？实际上哦，特别重要，如果是按钮的话哦，你要记住哦，这个按钮是从这个插入里面可以增加那个表单控啊，把表单按钮。那当然你要设计按钮之前呢，哦，你要先到开发人员里面的 Visual Basic 里面去做一点事情。哦，那这个我想哦，等一下再来看哦。也许第一个是按按钮啦，那第二种形式的话就是什么？插入这个什么函数。那如果你加入的是另外一种形式，叫使用者定义的话，就是你定义一个自定函数的话，将来会在使用者定义里面会出现那个你做的函数。那也是一样，你可以给他需要的这个参数，他会给你最后返还给你一个结果。哦，那我想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异是，按按钮按下去他就结束，他跑完就结束了，他不会返还给你什么。但是另外 VBA 第二种形式就是它是在使用者定义里面出现，那到时候会跟使用者要一点东西，比如说这边有一些那个哈，这不过其中有假设这个好，这个是另外一个档，不过它这可以执行，那它会跟你要什么资料，你给它什么资料，它会返还一个结果给你了。我想请各位先试试看，把那个用一般传统的方法，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，就是先用那个公式的部分先做完。好，那我是分成三个阶段来看。第一个阶段就是第一个把那个上面的公式先做完，做完之后呢再区分判断性别，男生乘上 1.1 女生乘上 1.05。 然后第三阶段再是四舍五入，四舍五入到小数点第一位好了。 OK， 好，试试看。